够不着，不会找奥特曼飞上去消灭他们呀？对呀，我怎么把能在空中战斗的奥特曼给忘了？在空中战斗的奥特曼能消灭霍雷迪亚吗？那必须能啊！有个奥特曼在空中发射了一道超炫的三重斯特利姆，一下就把霍雷迪亚给消灭了。奥卡这种事情嘛，那就是交给小小了，毕竟他最厉害。我一定不辱使命。捷德奥特曼，雷扎诺杰厄，柳神闪耀特雷扎，嘿，泰迦奥特曼。泰迦？哎，他的绝招就是三重斯特利姆，快让他去消灭霍雷迪亚！战斗吧，泰迦奥特曼！欧耶！看来奥特曼在空中战斗力也很强啊。那是，我让奥特曼。你们露一手，你们知道谁能在空中打败徐美拉贝洛斯吗？不知道。哎呀，就别卖关子了，我就快把那个奥特曼找出来的。好，好，没问题。能在空中打败徐美拉的就是泰坦、黑暗特利扎、尼克拉斯，嘿，就是捷德敦煌。捷德，去战斗吧！嘿。这威力够强的，还想不想看更强的？还有奥特曼在空中的战斗力比捷德敦煌还要强。当然，你们看那，嘎四星人，这个怪兽看起来不怎么厉害啊。不厉害？那你是没见过它能分出五只怪兽？不是吧？你的意思是，那个比捷德敦煌还要强的奥特曼，能在空中一招消灭五只嘎四星人？没错，那个奥特曼就是艾克斯。艾克斯？他有那么厉害吗？不信，艾克斯施展艾克斯烈焰攻击。哇！怎么样，艾克斯的空中攻击很强吧？确实很强。不过这个贝利亚是哪个奥特曼在空中消灭的呀？我记得好像是个能巨大化的奥特曼，必